他上课念了好几遍，因为每个人上课不是要念自己唱的东西吗？然后他这首念完之后，其他人也要念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读书上给大家都能一遍念。然后他准备考试这段时间上课不是这几首来回的念，对，然后我们也是给着他。